哎，突然就滑上去了。What？带有力人的文字，男主角的，看来这个游戏的男主角是有力量。是字不太有智慧，谢涅巴多斯。这个算是支线的地方。午夜惊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罗斯，龙骑士们再度飞舞降临。为人类之未来带去光辉，是谁来讲？这罗斯感觉好像几百岁了。都没用到花子风暴，这算是运气不好啊，隔几百不死心。虽然这不是主线要打 boss，暗黑史啊，或许叫罗斯出来会比较好。好，等一下用看看。
他等一下一开始第一招就给我用的。这样看来我必须先打他的剑。先给阿尔加速好了，发现这好像有时候都要靠运气，终于可以让我用化之风暴，化之风暴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减低伤害。
是太极全部变身没办法用道具啊。可是他又使出一招玄秘，对吧？这招出现了，你会打谁？你要打我的打的，打他还好了。接下来再攻你的头，差不多了。像我米兰达再用一招复活，他就变回来了，大爆发。让我攻击输出都靠打的，我要找机会再来补打的。再来复活一次哦。花之风暴，欸，这 boss 的速度好像蛮快的。我等下换米兰达起，米兰达死，等下再给我攻击啊！打他 OK。啊，我国王魔防太低啊，根本就是被打好了。
给他复活掉。OK, perfect, 太好了，终于让我按出来。对，剩下铠甲，不过他那一招高伤害的魔法好像是铠甲放出来的。在这时候变这么厉害，耶！终于可以用了。他的铠甲血最多，哎呀，可恶！不行，必须先全力回复。笑话，
答还有什么可以放？封印对方的行动，奇怪。是比较保守打就可以打赢。四魂，谁的武器啊？被怨恨也是没办法。五代之铠甲哦，不错的东西啊。先到禁断之地，那女孩名叫喜娜，她也在佩尔威部。这也会有什么影响吗？现在竟会与你们同舟同舟共济。他会离队是不是？哦，回来他才会加入，不必这样吗？他有没有入队好像也没什么差，讲的好像他入队很重要。是在这边打吗？
BOSS 还有小游戏啊。那画有什么玄机？帮我解答哎，如果一直错的话，这话代表着某种暗号。出生的顺序，
讲，感觉好难打的样子。这样，一万年前的怪物，哦，又分部位啊。身体是主体，变身。挤满再变好了。剩余生命石，不会又是什么毁灭性攻击？要赶快消灭他的意思。
大家忍耐一下，他就要死了。要撑十回合是吗？会让梅尔变色。
6，感觉还好久。单提桥攻起，剩四回合，干脆把它消到完。打赢了吗？哦，太好了，所以可以打赢。治疗之余，不知道有什么奖励。